今晚基隆呢，中元祭活动遇上台美台风来袭，不过基隆市的放水灯游行还是如期举行，吸引了很多民众参与。除了传统水灯游行之外，队伍当中更有管乐队跟肚皮舞表演，炒热气氛。很多民众上街观赏一年一度的中原普渡游行，非常热闹。